然后先读武器，第一个 Go 选冰刀，第二个 Go 夜鹰啊，第三个来吧，长白杖，长白杖还好一点，长白杖我有了。要武器还有缺吗？雅斯塔洛我也有了，我好像没有缺武器耶。四瓶雷恩专武吧，对，可是长矛杖我有了。四瓶，哎呀，这算正常发挥吗？又是腰带，哎，我已经最近不知道拿了几个腰带了。哦，看这个礼拜的运气。SS 会掉什么 ？Go！ 啊，又是腰带啊，烂死了！